Hello，早大家晨好，早晨，大家好，，Kingston，早晨，好耐冇早见。晨，莎我莎。以为你今日会喺露天同我做呢个嘅啊，Zoom 添。嗱，如果你唔介意，下一次，唔系今日我翻咗公司啊，我就系今见日你喺公同司正度。做，定系仲同阿 Vivian 咧，跟住嗰一日啊，系正正，应该喺露台定系系天台系嗰啊，啲冇错。位。咁上次咧，我知道啲效果就唔好啊，因为听到啲雀仔声，我知道系吓。咁我知道发生啲咩事，我应该下次有个机会改善到嘅。我用个喇叭个咪啊，就应该用咗耳筒个咪咧，就收音啊收得太多啊。咁如果用专业嗰啲咪嘅话咧，就应该就唔会系有啲咁多嘅杂声出现噶啦。我下次有个机会同你试。好，不过唔系今日想懒搞个懒 gag 咁样，就系今日都系唔好喺天台做节目啦。如果唔系啊，落跌落去噶啦会。我哋今日跌落去，咁我而家恒指都做紧，哇，真系好夸张，20,400。系啊。哇，400点，我虽然20,396点啦，已经系。咁跟住我唔系好开心，因为我好耐冇见过 Kingston 啊，跟住嗰日同 Kingston 有好多嘢讲啊，今日咁。本身今朝早咧都睇緊嗰個恆指嗰邊嗰個期指咧，其實都係夾上去啦。咁以為咧今日都係會有一個反彈嘅形態走咗出嚟啦。咁點知啱啱就係10点零到啦，就見到開始轉，即係有個趨向，好似想轉燈咁樣。點知一轉一嘢咧，一插一嘢就插到差唔多49。系啊，跟住就杀晒啲20,500嗰啲红牛仔啦，咁样咁跟住就冇啊，真系冇笑啊，冇笑、啊。我啱啱都同 Kingston 讲就系话好抌春，因为只比亚迪咧，我都讲咗好耐就系我红佢嘅，跟住咧激鬼死我。今朝就系我以为佢会做一个反弹啊嘛，咁啊跟住啊算啦，蚀几嚿水都走咗先啦。咁啊，但系而家啊唔该 Colin 帮我开只比亚迪出嚟睇就系、是。179.3啊，做緊咁啊，跌緊2.6% 啦。今朝早其實彈過上去192.3嘅，咁跟住就冇啦，蝕走咗啦，就冇再買翻啦，無謂掉頭望啦咁樣。咁都想問下 Colin 而家，唔係 Colin 啊，係問下 Kingston， 你而家點樣睇嗰個恆生指數咧？都穿咗嗰個重要關口位啦，都直插好似冇水花咁樣。系啊，咁就真系好差啦。咁啊，前日最低位咧系20826，寻日最低位咧已经系落嚟咧就20638啦。啊，咁就今日亦都系高开完之后咧，又再急跌咧，而家落到去20364啦。吓，咁一路咧就即系每日都试到系一个新嘅低位吓。咁几时见到底啊？咁大家觉得就即系20000点系一个大关口啦。但係相信都真係未必係底嚟㗎啦，真係未必係底啦嚇。咁如果再落去嘅話咧，就大摩最悲觀嘅情況之下，只不過睇咗19500嚇，咁咧就即係呢個位置嘅話，即係距離而家800点到啫。如果要跌嘅話，一日可以都跌到啦，已經係嚇。咁所以呢個位置五，大家開頭即係一個星期之前咧。仲係22000-23000嗰時咧，覺得呢個咧，哇，好悲觀啊，好淡啊！但我一吹嘅呢啲嘅話咧，就大家應該買貨啊，咁就即係燈神啊咁樣嘅話啊，咁隨時真係俾佢講中喎呢啊！啊，今次就真係隨時俾佢講中。咁你話係咪19500咧就係已經底咧？又係冇人咁講到出嚟嘅喎嚇。咁即係今個星期一啊，有即係經濟通咧引述我講啦，如果真係繼續咁落去嘅話，萬一戰事嗰邊再有啲咩嘅意想不到嘅事情發生嘅話，會唔會落18000点啊？啊，咁即刻 call 我18000点啊，講到啊，咁就即係所以就估唔到底嘅而家嚇，咁你咩都有個機會去到嘅嚇，咁所以今日你話今日越講越多啦，20003-20300点都隨時穿啦，已經係啊，咁即係好似你朝頭早所諗啫嘛，諗住比亞迪有個機會反彈，諗住有機會反彈。期指都跌600点啦，黐线嘅真系。系啊，穿咗20300啦，已经系啊。咁你就即系错过咗一个熊仔个跌，熊仔个升吓，你错过咗。系咯，所以就即系估好难估而家系。
係啊，唔係今朝其實你話我見到一啲聽眾都話今朝入咗呢個恆指紅啦，咁都係好嘅，咁樣鎖咗門啦，今日鎖咗門啦，咁同埋阿張榮聰有講到話有一隻股份業績靚到不得之了咧，咁有冇話可唔可以講個 number 出嚟俾我哋睇下有咩業績係靚咧咁樣？咁嗱，譬如我哋而家咧，不如都睇少少咧，因為好多人咧都好想買熊仔啊，咁我哋不如睇只阿里巴巴咧，即系越跌越有，Kingston 咁啊，92.8，你今日跌4%，真系垃圾咁啊啲嗱，我讲佢系垃圾，嗱你讲啊，即系呢句我冇从 来冇我讲过讲垃圾，嘅，我讲即系今朝以为佢都弹得几好啦，97.35嘅，点知哇眨下眼92.7啊，而家。你半冇话半年前啦，3个月之前啦，当佢仲系140蚊、150蚊嗰时，我已经讲咗一定要沽啊！呢只股票无论去到咩位置都要沽啊！反弹嘅话，就算你唔沽啊，反弹完之后都要沽啊！咁咧就即系跟住亦都系啦，你呢个节目啦，同隔篱个节目啦，不断有人闹我啦吓，闹一路系咁闹啦吓，大家闹到。坐重货应该300蚊嗰啲位。我相信好多人咧都俾佢困咗嘅，系好多人啊，咧，真系。好多人咧见到以为阿里巴巴就啊，即系马云啊最醒噶啦，咁就即系跟佢搵钱一定赢啊，佢就沽晒货啊搵钱啊，大家咧就坐晒佢啲货啊，咁就而家嚟睇嘅话咧，都系嗰句有反弹一定要沽呢只，就即系而家我相信而家好多人醒目咗啦，买佢 put 啦，系啊，真系。即系唔睇好佢啊，睇淡佢咧已经系吓，咁我都系继续维持原判啦吓，咁呢间公司嘅话咧，未来嘅发展。展咧就真系咧，唔好谂住好似过去嗰10年嘅发展嘅啦，已经系去唔到啦，已经系吓咁。系我唔想再讲太多呢间嘢嘅负面嘅说话咧，已经系讲晒嘅啦，已经系吓。咁如果大家听嘅话咧，就好彩啦；大家唔听嘅话咧，咁冇怪我啦吓，都系要系咁噶啦，都系要跌噶啦。有听冇啊？我底今日冇底啊！加咗啲熊仔噶，今日呢一只咁样，跟住就去到 Henry 啦，系咪应该 Henry 啊？应该叫1378个入货位，想问下 Kingston 中国云桥啲铝价，即系啲铝嘅相关股票啦。咁但系走势好曳啊！O.K. 係有啲而且確嘅，咁就鋁嘅價錢咧，上個星期都做得好好嘅，咁但係今個星期嚟咗之後嘅話咧，就出現咗一啲變化啦，咁就即係好多好多因素就令到個鋁嘅價錢咧就係相當之波動嘅，咁就而令到個股價嚟睇嘅話咧，亦都係咧就即係尋日咧就大跌啦，咁今日咧都繼續咧試翻低位嘅嚇，咁就佢入貨位啊，即係佢未入喎。如果未入嘅話咧，就你可以等一等咧，就250天線咧同50天線咧就嚟黐埋一嚿噶啦。嗰個二百五十天線咧9.8，50天線咧大概9.6。咁即係話有個機會咧，再落低啲嘅話咧，9.7到啦，9.8至9.6之間呢啲位置咧，你可以試下入。呢只橫橋嘅嗱，咁橫橋係下跌啦。咁如果再睇翻咧，就只中國鋁業咧都係一樣係下跌嘅。咁就即係連續跌咗2日落咗嚟噶啦嚇。咁如果我自己嚟計嘅話咧，如果真係買嘅話咧，反而咧會諗住中國鋁業咧會好過橫橋啲嘅啊，因為橫橋咧，如果大家即係大家都係做鋁嘅嘢啊，中國鋁業咧係做鋁定嘅。啊，即係一個係上游嗰方面嘅嚇，咁而宏橋咧係做一啲咧係中下游嘅，即係買咗啲鋁定翻嚟之後咧，係做啲鋁嘅產品出嚟嘅，包括咗鋁窗啦嚇，同埋咧就即係做大廈嘅話咧，而家好多呢啲寫字樓大廈咧出邊咧都係用啲鋁架嚟做嘅嚇，咁佢係做呢啲為主嘅嚇，咁所以基本上咧呢個其實係一個處於一個下游嘅。公司嚟嘅嚇，咁即係話，如果你鋁嘅價錢上升嘅話咧，對佢嚟計嘅話咧，個成本有個增加嘅嚇，其實不利嘅嚇。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買鋁相關嘅股份嚟睇嘅話咧，就即係我反而咧建議你不如買中鋁好過咧，就即係橫橋嚇，甚至乎咧俄鋁都可能會係博得過下嘅嚇，咁咧就。系啊，俄女都博咗一轉啊！之前系咪啊？掂啊！系啊，就系
佢跌咗低位之後兩日嗰個反彈，兩日個陽燭位嗰度咧，覺得有啲啊奇奇怪怪咁啊試下啦，咁好勁啊！一上就上5.2。好勁啊！咁就即係你制裁還制裁啦。咁鋁嘅價錢咧都係高位噶嘛。咁佢嗰啲產品雖然去唔到全球，佢都可以喺俾中國噶嘛。啊，咁所以嘅話咧，其實都對佢嚟講啊，鋁嘅價錢上升佢都有利噶。咁所以就即係反彈咗上去啦。咁就今日咧就有啲調整啦，調整咗都唔係喎，都升1%喎，仲係啊。咁咧就即係大膽嘅。觀眾可以試一下隻俄女啊，穩陣啲嘅話可以試隻中女，咁咧就而中女而家嗰個價，中女嘅話咧，中女就5.09咯，今日就係咯。如果5蚊到啦，5蚊到邊呢啲位置可以試一下嘅嚇。咁頭先如果都係中意1378嘅話，中意隻宏橋嘅話咧，就試下咧就4.6至4.8呢啲位啦。咁三隻都講咗係嗰個策略係點噶啦。咁跟住啱啱有聽眾都講啦，逆市爆升嘅都有隻1909啦。呢一隻又係走甩咗。我開頭咧有聽眾都留言就話，啲人成日話博低位鬧，博低位鬧。咁我又喺度諗緊，哎呀，佢跌到咁誇張，跟住想即係點講咧？你而家嗰個阿爺嗰邊啊，成日都喺度講啲手遊股啊，隨時講一講又驚一驚咁樣。點知咧一筆水一買翻之後咧，啲資金大量湧入去，即係琴日就癲咗啦。我諗阿 Kingston 都有留意到，就係琴日都升最高升70%+啦。咁啊今日都仲繼續升啦，升44%，其實累積都差唔多過100%。咁啊做緊7.5啊，7.5。咁呢一隻都你點樣睇啊？雖然係落咗落嚟啦，但係其實兩棍大嘅陽燭同埋大成交啦，今日都7,000+錢成交啦。係啊，咁就網絡遊戲嚇，咁咧就即係佢今次咁樣升嘅話，其實係亦都真係揾唔到特別咩嘅原因。就係筆水可以買咯，筆水終於可以買到呢一隻1909啊嘛。嗯，因為納入咗呢個深港通嗰個港股名單。係，咁咧就，但係就你話係咪就靠筆水咧就可以係一路咁樣係就即係將佢推高好高咧？其實我就覺得你如果而家先入嘅話，已經係遲咗啦。如果真係大家好似你咁醒目嘅話，前兩日嘅話博反彈嘅話咧，就即係博到嚇。咁但係都升了1倍啦，由3.6呢啲位都升到上7.4呢啲位置，都升了1倍啦，咁你可以話真係仲可以升得幾多咧？同埋咧，就今日咧就遇到尋日就突破咗10天、20天線啦，今日嚟睇嘅話咧，條50天線咧7.5咧，就而家呢個位咧係有啲阻力喺度嘅，同埋如果你睇翻嗰個橫行區嘅話咧。橫區嘅話咧，其實咧就係2月啦，或者1月份咧，嗰個橫區咧都講緊大概7.5到呢個位嘅，7.5啊，至到8毫子呢啲位置啊。嗱，我唔知道大家點樣睇蟹貨呢個問題啦。咁就如果真係個個都喺呢啲位置咧，7.5至8毫子呢啲位置買嘅話咧，而家升到上去呢啲位置嘅話咧，係咪去入咗呢個蟹貨區咧？咁如果真係去咗呢個蟹貨區嘅話咧，會唔會咧就即係一嘢就可以消滅曬呢啲所有嘅蟹貨咧？當然而家成交真係好多，呢兩日個成交真係好多比起咧就過去嗰由1月份到而家嚟睇嘅話咧，呢兩日嘅話，如果真係要消化嘅話咧，真係所有啲蟹貨咧已經食曬嘅啦，已經係咁但係就即係如果真係純粹睇技術性走勢嚟睇嘅話咧，呢個咧個平台咧係咪可以突破到咧係一個關鍵啦。如果真係可以突破埋咧，就即係8毫子呢啲位置嘅話咧，咁可以睇更加高嘅話，個半都有個機會嘅。咁所以就即係留意住，如果可以真係今日突破到嗰個7.5啊，或者可以去買8毫子嘅話咧，你博佢升多一倍都有個機會嘅。好，咁大家都系，咁大家都可以继续问下问题，留下言啊。咁好多 Ivan 都同你讲早晨啦、啊，赵子龙就话红人今次发了，咁啊喺我哋讲紧嘅期间咧，其实嗰个咗恒生指数走势都冇乜话太特别，而家都跌402点，但系期指嗰边咧都
差不多都有是跌600點，大家都要留意著。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京東的9618 Kingston， 因為呢它接下來其實就明天呢會出一個業績的，那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特登講這一隻呢，因為這隻拉回長的平均線來看的話呢，其實它已經跌穿了個支持位，但是它明天又出這個財務報表，就是出業績啦。通常過往的玩法就是一出業績呢都是會錯一錯那個股價，但是它已經是錯穿，即是錯一錯了那個的那個叫支持位啊。那你怎樣看明天那個的業績呢，那些人應該怎樣部署9618好呢？都不會是真的那麼樂觀啦，那就它這樣是跌下來的話呢，如果它、其實如果它又講緊是做一些是、網購的業務、就也都跟阿里巴巴一樣都是做網購的業務、但是它現在的跌勢來看的話呢，很明顯比阿里巴巴跌得勁的、你就它由3月2號的位置挨近就是280元這些位置，一跌的話呢就是現在跌到下去呢225元這些位置，差不多跌了60元那麼多、相比阿里巴巴來看的話，那個跌幅來看的話還更加大的、甚至乎呢它創了在香港這邊的上市的新低、跌得那麼多的話呢，我相信一定都有些出裝額就看到估到佢嘅業績係點樣嘅啦，一定都唔會靚仔嘅啦，咁所以就固定咗先嘅啫嚇。咁除非個業績嚟睇嘅話，比預期好咗少少嚇，咁有個機會係博反啊，有個機會嚇。咁但呢個機會嚟睇嘅話咧，就即係唔係話好大咯，變咗係嚇。咁你見到咁嘅趨勢嚟睇嚇，都好難話同嗰個實質嘅嗰個預測有好大嘅偏差喺度嘅話，咁相信公布咗業績之後咧，都唔係咁容易是升得上去的，我覺得無謂搏咯。現在這個環境持盈保泰，就算你未有贏錢，你拿著現金的話都是比較好一點的，你真的等個市定了之後你才入市，不要需要現在這個位置這麼快搏住啦。好，咁啊，跟住 KK 都有問啦，就係700咧，佢418有一注貨，咁可以咩位溝翻家鄉，有冇機會咧？咁啊，啱啱咧都見到 Kingston 咧，其實用咗自己嗰個 YouTube 咧，就同大家 say hello 嘅。咁啊，大家咧如果見到啦，就係走出盤房的財經人啊，今日連勁合 Kingston Lee 咧，大家唔該就 click 入去就 follow 下，或者係啦 subscribe 下 Kingston 嘅 YouTube 啦。多謝你啊，多謝你，係啦，幫你俾下。我個個星期六的時間呢都會去家外呢，就即係户外啦，咁同大家做節目㗎，星期六的時間做大家做節目，一至五呢就記住睇阿莎莎啦，睇阿 TV 啦，咁呢就即係星期六的話呢就可以轉去睇下我做直播嘅，一路行山一路做呢個嘅財經節目啦。嚟緊禮拜六去邊度行啊？會原本咧就上個星期咧諗住咧，我有個係50公里嘅三賽嘅，咁就即係跑山咁樣嘅嚇。咁咧就原本諗住上個星期咧完成埋下半部27公里嘅，但係咧就即係上個星期就冇去到嚇。咁咧就因為好大霧，上個星期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一起身嘅話知道幾大霧啦，咁就即係冇去到啊。咁我諗住今個星期咧有個機會咧，都會係行埋最尾嗰27公里嘅話咧，就會係去大霧山。連者嗰個茶水亭，跟住咧都印，跟住咧就係去到咧係粉嶺作為一個終結咁樣終點嚟嘅嚇，咁咧就穿龍起步嘅嚇，咁咧就我而家諗緊咧，到底話唔應該去到大帽山頂嗰度咧，同大家做節目嘅，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好啊，好啊，大約嗰個時間有冇話幾時啊？反正都係我諗都係中午之前啦，希望可以係中午之前啦，我會係會。做節目之前的話會跟大家講一下會大概多久之後會做節目的了，那就 follow 頻道知道的了，大家就記得了，可以最時到時會最 update 到底星期五的夜晚的美股收市是怎樣，跟著星期五的那個外圍的局勢是怎樣，那就即是最新的 update 跟大家會是到時談的了。好，咁啊，記住啦，記住，咁啊，我哋而家就翻去呢個700啦，因為其實早嗰幾日咧，佢一穿一瞓醒覺，開跌咗400啦，跌穿咗400，跟住就until到而家啦，咁啊373.6啦，今日都跌2%，咁其實話要翻去家鄉。
有冇话冇？又唔系冇乜可能嘅，但系咁短期内好似都冇咁样嘅走势可以睇到翻到上去400蚊咯。系啊，咁就呢个观众嘅话咧，你唔使咁灰心噶，咁咧就可以话咧，我就有啲基金，即系有个基金嘅话咧，都其实咧系入咗呢只嘅，咁啊平均价都系416蚊嘅吓，咁咧就即系你买咗一注啫，我买咗好多注嘅，你已经系吓，咁咧就即系所以如果输嘅话咧，呢度咧就输得多过你嘅吓，咁但系咧就即系你仲有钱会再入嘅话咧，你可以真系再等一等嘅吓，咁咧就原本咧佢都算系真系几强嘅，守到400蚊，一路都守到400蚊嘅，咁我都即系喺唔同嘅节目都讲咗。如果大家都仲係要信係啲科網股份、新經濟股份嚟睇嘅話咧，咁唯一一個可以入嘅話咧，只可以入只騰訊嘅嚇。咁無奈咧就即係呢只股票都係令到大家係失望嘅嚇，都係要跌穿嗰啲支持位嘅嚇。咁就而家穿曬位之後嘅話咧，真係個底咧係唔係咁容易話真係咁快就見到㗎啦。咁如果真係再低啲嘅話咧，佢2020年個疫情底咧係咩位置咧？係300蚊左右嘅。係。係啦，咁即係話，如果你真係要入嘅話咧，隨時咧就即係你再等一等嘅話咧，我當然都唔希望佢再係咁樣跌。而家370蚊，如果跌多70蚊落嚟嘅話，即係跌多20%，係好傷嘅，真係好傷嘅。咁但係真係而家嘅環境之下嘅話咧，係估唔到個底係咩位置嘅。估唔到啦，咁就佢23號公布業績啦，等等先啦嚇，咁就國家嗰方面咧，繼續咧就係對於啲平台網絡股份咧就係打壓啦，唔係制裁啊，呢啲監管啦嚇，咁遊戲嗰個版號咧，隨時今年又唔批啦嚇，咁所以就即係眾多利淡嘅消息都仲喺佢身上，完全冇任何一個好嘅因素。佢會反彈住嚇，咁我有貨嘅話咧，都會繼續揸住先。而其他投資者嚟睇嘅話，都唔好咁快，即係我都想你陪我，但係我真係都唔係好忍心叫你陪我輸錢噶嘛。咁所以我都想你贏錢嘅話咧，你都係低啲位置先買啦，唔好咁心急買嚇。即係話呢只股票嚟睇嘅話咧，係一個咧恆指成分股佔嘅比重都大嘅。恆指要跌嘅話咧，頭先講咗幾個負面因素喺度啦，咁就即係科技股份受到嗰個監管啦，咁咧遊戲版號會停，唔知幾時先至開啦，啊，咁而家最主要咧就係即係整體個股市跌啊嘛，啊，咁股市跌嘅話咧，呢啲重磅股份咧都要跟住嚟跌嘅，啊，咁除非真係個戰爭完咗，啊，你都頭先冇講到個戰爭嘅情況啊，即係個情況啊，咁。戰爭真係有個機會停咗，大家認為個股市有反彈嗰陣時嘅話咧，到時先買啦。啊，咁唔好咁心急咯，等下先啦。因為點解冇講嗰個戰爭嗰個情況咧？其實都係繼續持續緊啦。咁樣，咁啊其實琴日最誇張嘅一樣嘢啦，張永聰，我睇到你嗰、那個，你啱啱話俾我聽出靚業績嗰、那個，我轉頭會講嘅。咁啊其實琴日都出咗一單 news 咧，就係、是、應該係叫 Lean 價係咪啊？嗰、那個字 Lean 價啊嘛，咁啊 LEAD 啊，係咪啊 ？LEAD 我淨係知化學元素表入邊係 Ni 咯，好似讀 Lean 嘅，我冇記錯，好似係 Lean 價，唔係。Ni 嘅話咧，應該係鉛啊 ，nickel 啊 ，nickel 就升好多 ，nickel 就升咗2倍幾嘅，已經係嗰個價錢係啊。係啦，跟住就話拖冧咗啲電動車，琴日嗰個比亞迪啊、長城啊嗰啲大拆盤都原來就係揾到啦，終於就係因為佢嗰、那個電池需要佢嘅大升啦，係啦，咁跟住就都講緊好似係升咗。250% 啊，係啦，250%啊，2.5倍。我哋今日都真係，要睇翻只1211同埋呢個1772啦，都係插緊落嚟嘅。啱啱1211唔使講啦，都同咗你講，真係蝕咗啦，我嗰個價位。咁但係1772咧，就真係哇，1234 5支大洋燭，仲要係其實有小裂口跌落去咧，都完全好似冇曬寶咁樣。1772係冇錯係噶嚇，咁今日你又再試到咧，就即係呢個低位睇睇先係幾時嘅咧？
而家做緊啊，100蚊呢啲位嘅話咧，就係2021年6月份啊，2021年6月份咧就係100蚊呢啲位置咧起步升到上啊啲185蚊嘅啊，咁而家100蚊應該守到下嘅啊，今日嚟睇嘅話咧，你見到個跌幅嚟睇嘅話都唔係話多好多啦嚇，咁就同大市差唔多一樣，個跌幅喺2% 到啦，啊，咁咧就即係尋日咧就跌咗成10% 啦，咁就即係遠遠超過股市嘅跌幅㗎嚇，咁今日咧就同個股市嘅跌幅一樣啦，嚇，咁就即係冇再超跌㗎啦，已經係嚇，咁我相信呢個價錢咧，甚至乎咧就 LME 嗰邊咧紐約期貨交易所、商品期貨交易所嗰邊咧直情停咗市啊嘛。太大波動的情況之下咧，就即係停咗嗰個交易嘅嚇，咁所以嗰個呢個價錢咧就即係暫時睇唔到啦嚇。咁今日跌嘅話咧，我諗主要都係由於個市跌多嚇，咁佢又跟住個市跌啊，咁就100蚊希望守到啦。咁但我都知道好多人都有貨呢只股票，都係啊，坐住先啦。系啊，咁但系真系太过曳啦。咁我又冇叫你而家沽嘅，唔系好似阿里巴巴咁样，就即系咩位置都沽吓。咁呢啲嚟睇嘅话咧，就即系可以坐得嘅话就坐住先啦。咁啊，跟住就讲翻啦，763啦，因为阿 Jeremy Chung 都揾咗出嚟话嗰个业绩系好靓嘅。咁啊，讲紧话上年嗰个营收就系1145亿。啦，咁啊，講緊淨利潤都68億啊，咁啊加速呢一個嘅佈局新嘅業務，咁啊呢一隻中興有冇話點睇法咧？但係佢嗰個走勢都係萬流美袋，哇，都唔係啊，佢係上咗底啦，係啊，15.2，算唔算係跳水式咧？都算係噶啦，穿咗20蚊之後一路係咁跳落嚟啊，咁而家。而家喺個池底度喺度睇下有冇機會彈翻上嚟啦。但係池底度越耐嘅話咧，咁咧就 certify 死嘅話咧，咁就即係隨時會再沉到更加低嘅位置噶啦。或者會升嘅，到時會唔會升天咧？唔知啦。啊，咁樣即係點都好啦。呢只嗱公布咗業績嚟計嘅話，升咗60%啦。但係有啲大行啊，例如野村咧，就話佢係順於預期嘅。咁就尤其是第四季啦，咁就比預期咧差咗係3% 嘅，因為咧第四季咧有個減值嘅損失咧，大概12億元嘅嚇，咁就嗰個業績嚟睇嘅話，中規中矩，或者甚至有啲大行係睇淡佢啦，所以個股價嚟睇嘅話，係息高開完之後咧都要回翻落嚟。咁睇住15.2呢個位先啦，15.2啊，15.1啊呢啲位置守唔守到先啦？咁跟住咧都有人問咧，就係阿 Cardi 問你咧，嗰啲黃金股而家入仲得唔得咧？其實早嗰幾排咧都有講到，啲人咧一打仗就好似成日 focus 咗喺啲油度啦，但係都有講嘅話，其實啲金咧都不用忽視，因為啲人都係要避險啊，又驚個通脹問題。咁今日其實都好多金股咧都有升嘅，咁啊，譬如講緊只1818啦，呢個嘅招金咧今日都升。5% 做緊8.2啦，咁啊山東黃金1787咧就做緊15.96，升3%。紫金啦，紫金2899就11.9啦，升1%啦。咁另外就係呢、這個黃金國際2099啊，2099黃金中國黃金國際就升1%，做緊26.8。咁另外就啲 ETF 啦，2840就1500，咁跟住所以咧都係講緊話嗰啲相關嘅金股咧都係唔差嘅。咁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咧都升到去一個點咧都。啲金價都翻翻去接近之前嘅高位噶啦，咁點樣睇咧？而家嗰啲黃金價格，而家買先嚟買會唔會話有啲遲咧？會係幾遲嘅，咁就同埋都好多已經升咗，真係幾多下噶啦。咁但係我如果真係大家如果要買呢啲嘅睇嘅話咧。寧願買只2840咧，就係、是、ETF 嘅話咧，會係同個黃金個價錢咧，就即係會係有真真正正嗰、那個
即係比重一樣啊。咁如果你買其他嗰啲金礦股份嚟睇嘅話咧，就未必一定咧就係同嗰個實際嗰個價錢咧一樣個升幅嘅嚇。咁而家黃金升緊啊，金股都升緊，大家睇唔到有啲咩分別啊。咁但係如果你真係攞油嗰方面嚟睇嘅話咧，你可以見到咧油價咧就不斷咧就即係創到啲接近新高咁滯嘅啦。但是油股来看的话是跌的、就是说油股和真真正正的油价是相反的、所以金那方面看的话虽然今天呢就是一起行、但是南面就是说金的金矿股份来看的话、如果升到这么上下的话它随时金价继续升的话它跌回去都有机会的、所以如果真的要买金股的话呢就宁愿呢就揀返呢就2840呢Spider 金 ETF 的话呢会是比较是贴价啲嘅吓，咁咧就当然啦，即系2840今日都升咗成2%噶啦，咁就即系同个金价咧就有个直接挂钩嘅嗰个价钱嘅啦。咁、你话而家呢个位置好唔好买咧？我自己就觉得系有少少，即系视乎翻大家点样睇嗰个系啊个战事系点啦啊。咁当然啦。一路都冇講到啦，咁我覺得個戰事嚟睇嘅話，都係冇咁容易短期之內係完結嘅，因為就算啦，澤連斯基都講到咧，都唔尋求咧係一定要入北約啦，因為北約都唔理佢啊嘛，唔俾佢入啊嘛，嚇咁所以大家認為個戰事會唔會有個機會短期之內可以會談之後我傾到咧？咁我覺得亦都未必會嘅嚇，咁所以個金價仲有機會升嘅，只不過咧就係即係而家咁高買嘅話咧，有多少少個風險喺度。如果真係個戰事唔係即係呢啲又唔係軍事學家噶嘛，咁如果唔係好似市場預期嘅話，突然間有啲好嘅跡象出咗嚟嘅話，嘅金價會跌1000落去都得嘅喎。嚇、即係見呢啲位置跌翻落去1900都有個機會嘅喎、因為咧就即係金價除咗因為嗰個戰爭因素，所以有個避險功能之外嘅話咧，其實咧如果嗰個通脹都係持續嘅話咧，美國會加息嘅話咧，其實不利金價嘅。嚇、所以如果個展示咧有任何嘅好嘅消息嘅話咧，隨時金價咧會出現咗一個大跌都唔定嘅。咁所以相關嘅金礦股份嚟睇嘅話咧，就唔係咁值得大家去買咯。而家呢個時間，因為點解頭先我係咁喺度 search 緊啲嘢咧，我都諗住揾一揾。雖然阿 Tom， 我唔知道你話啱啱買咗兩股啲咩，你可唔可以講一講話你買咗兩股？買兩股，係啦，買咗兩股啲咩？騰訊又得，咁比亞迪又得，兩股係咩咧？係啦，咁跟住，但係我喺度 search 緊啲咩？就係 search 緊 Stephen 嗰個問題咧。佢話可唔可以講下有邊間公司咧有做開呢個嘅彩黏啊？係咪啊？係啦，咁啊邊一隻買得過？中野啊，中野有嘅。係啦，我就係揾到1618咁樣，因為冇錯，好似話都有做到呢啲 project， 但係唔係好多嘅10% 啫。佔了他開採的大概 10% 左右，所以不是很多，是有但是不是很多、是你是啊、就是1618 Colin 的開一開的、但是那個圖呢、那個、走勢又是很好的，兩支大陰燭，很噁心，去回起步點，你可以這樣說，去回起步點就是之前那個2月16號的起步點，2月10號是起步點，甚至乎就是2月初的起步點大概都是2.2左右、對他來說真的好像沒什麼影響的、因為、我不知道，我不肯定他的鐵礦在哪一度啦，但是基本上呢就是在俄羅斯和就是烏克蘭那邊的話呢，就是那個鐵的資源呢就是大的、所以其他國家呢有、甚至乎香港上市的股份來看的話，真的有鐵礦的話不多的、所以為什麼呢？就是由於它的出產相當之低，所以有任何的制裁啊、禁運啊相關的消息出來的話，它的價錢的波動性是相當之大的、就中冶為什麼升不到上去呢？因為它的資源不多，
咁所以就算咧個價錢上升嘅話咧，佢其實咧就享受得唔算係多嘅嚇。咁再加埋咧，嗰個價錢嘅報價咧停咗市添嚇。咁所以個股價嚟睇嘅話咧，就即係升唔到上去，反而跌咗落去嚇。咁大家就 Stephen 咧就即係而家先至諗住呢啲就遲咗噶啦，就遲咗啦，啊就炒即係你話會唔會完全完咧？咁但係要升嘅話，我覺得就未必會係。再大升啦，因為而家停咗嗱，首先知道大家要知道，頭先我講咗少少原因咧，就列嗰個資源咧就係比較少啲嘅啊，咁所以咧就係個價錢嘅波動性大，再加埋咧就好多咧就係礦主啊，佢哋囤積嗰啲鐉喺度唔供應，咁所以令到咧就係即係嗰個價錢就升咗上去。再加埋咧，就好多咧，就係即係喺期貨嗰邊嘅人士咧，就即係或者甚至乎咧做沽空有啲活動嘅話咧，俾人夾倉夾咗上嚟啊！咁所以就即係個價錢升得咁多噶。咁而家就停咗之後嘅話咧，就會係有啲所謂嘅冚倉出現嘅話咧，咁所以咧個跌嘅價錢咧，有可能咧會出現一個跌落嚟大跌都唔定嘅嚇。咁所以相關呢啲股份嚟睇嘅話，大家就即係冇諗住而家先至再博入噶啦，就即係。聽完睇完算嘅啦，好啊。係啦，咁啊，不過佢都有講到話，目前都冇啲嘅期貨業務啦，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跟住我諗緊咧，其實而家咧大插嗰個原因咧，我覺得唔係太關俄羅斯嗰邊嗰個局勢事，我反而諗緊係咪因為啱啱林鄭出咗嚟講全民檢測嘅嘢咧？哦，係咩？係咩？我係啊，即係。即系我谂啲听众应该都有睇到，咁啊都系讲紧话系规划里边嘅工作啦，咁进行嘅时机系要睇下几时，咁先至可以达到最佳嘅效果。即系讲完等于冇讲嘅嘢，咁但系咧系啦，讲完等于冇讲，但系喺佢嗰个讲嘢嗰个内容里边咧，都估计到全民检测呢样嘢都应该系事在即系。勢必進行的一件事來的，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出來之後那個股市就大差五百多點，剛才就是五百多差不多六百點，就都看一聽的，看看他稍後說完之後有什麼報告出來。那如果大家聽到他說了什麼的話，都麻煩留言告訴我們兩位聽。那跟著就問一下一些保守一些的老，又不是老人股的收息股啦，可以說就是說三毛底，是啦，為什麼這樣滾下來彈都不彈下呢？澤股就問啦，其實今天就做了11.5%，跌了，不是跌很多，只跌1%而已。是的，那就你大家如果真的打算去買一些就是防守力比較好一些的公用股份來計的話，就先前那兩天升得最好最靚仔的就是電能六號仔，還有1038就是長江基建的。至於其他的因為這兩間公司上個星期五已經有消息，就有些是出售的項目的嘛，有些收益在這裡，所以做得比較好一點。但是如果相比於其他的啲股份來計的話，你如果真的看回公用股的話，二號仔中電昨天升完之後今天都跌下來，三號來看的話，煤氣來看的話，近期都是低位度，就是上上落落，又不是說真的跌得很多，你說穩陣是可以玩，即算是穩陣沒什麼點跌，但是你說是不是應該去買這些股票的話，也都是真的不需要一定去買這些股票。如果你真的你的股票已經在市場上了，你想換馬下 去一些穩陣的股票的話，你可以換去這些股份上而避險如果你調翻轉你唔係你諗住而家有啲新錢喎，想買入啲股票嘅話咧，就即係買啲公用股嘅話咧，你賺唔到錢嘅公用股份嚟睇嘅話咧，就唔會真係出現一個好明顯嗰個上升嘅咁所以都唔係好建議你如果用新錢去買呢啲嘅股份嘅咁今日跌嘅話咧，就即係跌咗成400多點嘅話咧，我相信都係原因係基本上係全線下跌嘅啦股份咁就即係上升嘅股份真係唔多嘅今日升嘅股份嚟睇嘅話咧，中海油升嘅話會控升咁但係其他好多大部分嘅股份都係跌嘅，咁所以就算係三號嚟睇嘅話咧，今日咧都係要跟住個市係出現下跌咯冇乜特別原因只不過跟住個市係下跌嘅。
咁啊，跟住$13有货就阴公猪，就我觉得唔系话阴公猪嘅，即系迟早都会可以翻翻上，因为其实佢都系喺啲高位嗰度徘徊下啫，又唔系话跌得好大。你睇翻9988同700嗰啲，就真系阴公猪啦，咁样，所以三号仔都起码有得收息啊，系咪先？即系好似咁样安慰得几好，我觉得呢一个冇错系嗱，同埋你13.几。如果你真的13.几入的话，我相信你的价你应该是讲紧是揸了一两年的，你已经是咁你揸了呢一两年，看我有息收之余的话，亦都有红股收的嘛，咁就即系今日的$13不同嗰日的$13嘅，你已经是咁，所以你要计埋落去，咁你大家知道咧，买股票有除净噶嘛，记住你一除净的话，那个股价就跌了落去。你收所收的嗰个股份或者系啲钱嗰度嘅，你要知道呢样嘢啦，吓。系，咁啊，跟住就2018咧，就连$19都失手买，咁啊，今日做紧18.62啊，跌3% 啊。呢啲股啊，呢啲真系都冇办法噶咯。系啊。是啊，連我最喜歡的2382都要這樣跌的話，那何況就是瑞星呢，那當然要跌啦，那就沒有好說的了，這隻如果一直都不沽的話，到現在這些位置的話，再跌下去的話，其實真的我都不知道什麼才是底的。啊，你看到2005年那時候，如果計算除淨的話是負數，那就即是是估沒有，沒底的了。冇底噶啦，你肯唔肯沽咧？好難搞。嗱，你唔沽嘅話，就一路新低都有機會繼續見到嘅，係。係，咁啊，跟住另外咧，今日都有一單咧，就係914啦，呢個海螺水泥咧，其實就出咗一個公告，就話會投資50亿人仔擴展呢個新能源業務啦。咁講緊就係話用嚟發展呢個光伏電站儲電嘅項目啦。咁其實都係貼近阿爺而家開緊會講嘅議題之一嚟嘅。咁但係咧，海螺水泥咧，即係。啲人成日都覺得水泥股咧，其實真係好難炒。咁同埋佢哋成日都話啊嘛，一月頭就係炒基建水泥嘢，跟住就之後就磨你一年先啦，跟住先至再睇啦。咁你又點睇只914咧？好，咁呢一隻914嘅話咧，就先前咧係上年啦，上年年中嘅時間啦，7、8月嗰陣時嘅話咧，就大家炒過，炒咩咧？炒佢咧就係、是、會進軍清潔能源的啲項目的、所以個股價一路咧炒咗上去嚇。咁、炒完上去之後嘅話咧，去過最高位50.2之後嘅話咧，開始咧就即係有調整啦，有調整到咧12月嘅低位啊。咁咧落到35.1之後嘅話咧，近呢一兩三個月咧，都開始又升翻上去45呢啲位嘅啦，啊，咁但係去到45之後嘅話咧，又開始咧就即係出現咗調整咧，由2月嗰啲位置咁。當然第一咧就跟住個市係跌啦，第二嘅話咧就即係新能源相關嘅股份嚟睇嘅話咧，就已經係不再吃香啦，啊，咁咧資金嗰方面咧亦都係入去呢啲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個股價咧都係跌咗落嚟嚇。咁就算今日咧就係即係有新嘅新聞出嚟啦，550亿咧就發展光伏電站啊儲能嘅項目嘅話，你如果上年出呢啲嘅話咧，就飆升10% 嘅啊。咁而家嚟睇嘅話咧，就即係今日佢唔大跌已經算好啦嚇，唔好好似個股市咁樣跌嘅話咧。已經算是好的了，就現在這些水泥股來看的話，很多都說是轉型的嘛，就即是轉型之後到底有多少是收益的話未知住的，現在才想著發展，所以不要因為這個消息的話再入錢下去，就再試一下炒這些，就短期不是那麼容易有得升的這些股票。咁啊，跟住阿 Ping 都系啦，去翻去1211咧，咁佢就话217买咧，而家做车材料嗰个大涨，系咪要止蚀？咁除咗呢一个 point 之外咧，其实琴日我留意到有一个消息咧，咁个市场上面好似比较少人讲咧，就系阿黄生咧就根据呢、這个，哦、即系根据天下查嗰个系啦 check 到啦，就系好似话佢系全啦，去咗个主席个位啦。係啦，即係會上。咁跟住，我睇過一啲圖咧，就話
普遍嚟講咧，一間主要嘅公司嘅董事咧卸咗任之後咧，其實個股價就會大錯啦，又會升啦。即係攞翻馬雲為例啦，有好多呢啲咁嘅新聞都有咁樣寫嘅。咁你點樣睇呢個新聞？同埋1211其實佢而家217蚊嗰個位咧，都唔係話真係最高點嘅，只不過係橫行區嗰邊咁，佢又入咗去，點知咧就一個消息跌咗落嚟啦。咁係咪真係要止下蝕咧？嗯 ，OK， 兩個問題啦。咁第一嚟睇嘅話，睇翻嗰個走勢嚟睇嘅話咧，如果你217蚊買嘅話咧，我好相信咧，你應該係喺3月4日咧，就係第一次個裂口位置買嘅。嚇，咁咧個裂口位置嘅話咧，就係3月3日咧最急收市嘅話咧，232蚊啦。咁第二日嘅話咧，就已經係徘徊大概咧211至到226之間嚇。咁你217嘅話咧，咁相信都係呢一個3月4日買嘅。咁你買入個時機嚟睇嘅話咧，就唔係咁啱嘅，因為咧就啱啱先至出現一個咧係裂口嗰個低開嘅話咧，你咁快入咗去嘅話咧，就真係好大機會未見到底嘅。咁的而且確而家嚟睇嘅話咧，一個3月4日裂口之後嘅話咧，3月7日咧又係另外一個裂口。啊，兩個裂口出咗嚟之後咧，一路咧就個股價咧就一路咁射到落而家呢個位置181蚊啊，咁即係話你當日買入嗰個決定咧，其實就唔係咁啱嘅啊，咁就但無論點都好咧，都跌咗落嚟啦，咁而家。我想你都是買了一注的啫，咁如果你真的仲有錢的話，咪等下低位的話再購貨啊，都得嘅，不過就不是而家呢個時間，千祈不要而家呢啲位置買，千祈不要而家呢啲位置買嚇。咁咧就跟住你第二個問題咧，就話黃全福咧就係退任主席啊，咁對公司嚟睇個影響嚇，影響應該係會有嘅，因為就即係退咗之後咧，係新個管理層嗰方面咧，到底係點樣運作咧？係咪延續舊老闆咁，定係會有啲新嘅策略咧？這個唔知道，一個不確定性出現。啊、除了这个原因之外的话，当然也都跟刚才讲到的裂的价钱有关系、啊、就电动车里面的电池呢是用裂来做的、啊、很多都是的、啊、所以呢就是、比亚迪它有做电池的嘛、啊、相反还比其他那些没有做电池的，例如就175吉利、啊、甚至乎长城的话呢，多了从负面的因素在这里、啊、所以沉默的跌幅来看的话呢，也都是汽车股份里面最大的、啊、就是 9% 那么多的、啊、当然还有一只 10% 不知道是不是小鹏、啊但是如果真的在香港这边主要上市的股份来看的话呢，就是 9% 都算是大的，原因就真的它那个电池那方面受到裂的影响的话呢，裂嗰個影響嘅話咧，就係即係個成本係增加，咁會影響到佢嘅盈利，係電池嗰方面嘅業務嚇。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佢點解會跌咗落嚟嘅嚇。咁所以啊，Sasa你真係唔應該沽咗佢嘅。今朝早就算佢有反彈，都升唔到上去咩位置嘅佢。好啦，好啊。佢升唔到上去咩位置嘅，反彈唔到咩位置噶。咁當然啦。一路見到嗰個棋子大插，跟住只比亞迪跟插嘅時候，我就喺即係坐咗喺度啦。坐喺度點解唔即刻又再沽咧？點解又唔再買盤買翻佢咧？買翻佢啊嘛！因為嗰一下咧，我係驚咧牛底咧，咁我沽咗嗰只嘅熊仔，咁啊將所有嘅注碼就擺咗落去只阿里熊仔嗰度。哦，咁而家只阿里熊都得啦，係都得嘅，都得嘅，但係我應該要阿里熊仲好玩啲喎，應該。因为你阿里嗰个跌幅大啲嘅，系啊，但系嬲咯，即系明明个个都话沽咩睇定啲先啦，咁样咁啊唔信人哋，咁啊自己沽咗啦，咁跟住唉，应该要信自己，激鬼死！因为佢真系嘅短线真系反弹有限嘅啫，真系反弹唔到去啲咩位置，咁你答埋呢个观众嘅问题咧，就即系我都同啲客仲揸住嘅。揸住一手咁樣啊，都係揸住一手嘅。咁但係唔會而家呢啲位高咯，反而調翻轉啦。如果真係見到底嗰陣時，打橫行啦，有啲利好因素出咗嚟嘅話咧，就低位度咧再溝多一手貨都有個機會咁樣嘅。咁咧就即係217蚊買嘅話，唯有等啦。嚇，又唔需要做止蝕嘅啦，去到而家呢啲位置嚇。係啊，
係咯，咁樣，咁啊，喺啱啱好啦，而家都12點啦，咁啊，剩翻兩個問題嘅話咧，可以等一等1點鐘啊 ，Leo 嗰節答大家啦。咁但係而家咧開翻啦，我而家係近排成日睇嗰個棋子個走勢啊，棋子咩啊？咩啊？你想講？係啊，佢呢個問二十啊，我答埋佢二十啊。哦，你想答二十？哦，二十，我佢係啊，佢六蚊買啊，係啊，冇錯，係。而家6.1毫7。嗱嗱。準備了，這個機會又來了，啊，記得6.2的位置穿了，6.2的位置是什麼來的呢？6.2是因為就是恆指服務公司，恆指公司的計錯數，那天就是復了牌之後，一跌就跌到6.2的低位，現在也都跌穿了，還有昨天也都跌了4-5% 下來，就現在就等等了，等等6元的位置，就如果大家都沒有貨的話，是都很想入這隻的話，6.2留下這些位置，可以買住1000股先咯，6000元左右而已，是吧？咁如果又再跌多少少嘅话，咪再加多1000咯。啊，咁咧去到6元呢啲位置嘅话，咪又再加啲咯。6元系咪真系一个底？如果调整嘅话，系咪真系一个底？我唔肯定，我只不过希望6元俾我开始买货嘅啫。啊，咁我有货嘅话咧，我会6元呢啲位置买吓。咁如果大家冇货喺手度嘅话咧，喺6.2楼下呢啲嘅可以一手一手咁样买咯。咁当然6元呢个大关口位置，如果真系跌穿嘅话，可能都仲有机会再跌多啲嘅。啊，所以就即係買貨嘅話咧，唔使咁積極，慢慢買，同埋佢短期之內唔會升得好快嘅，唔會升得好急嘅嚇。可以6.2留下一手手咁樣買啦。係係，咁啊 Ring 就話等你答，咁答應該答20啦，我估佢咁樣講。唔係 K K 問20啊，阿 Ring 阿 Ring 啊，你問我咩啊？阿 Ring 我好似见唔到佢有问题。系咯，你冇问到，系咯，哦，我谂佢都见到，我谂佢见到人哋问二十，佢又等紧我答呢个问题，系啦，系啦，咁我答咗你呢个问题啦，咁就即系6.2楼下嘅话，你可以十注嘅话，你谂住十注嘅话，咪买住第一注先咯。系咯，可以玩。咁啊，短期之内又唔会升到去边嘅，吓。啊，好啊，咁啊，跟住今日个时间就真系差唔多啦。我而家开翻咧嗰个期指指数咧，就系20254啦，跌609点啊，期指咁啊，但系恒生指数咧就20311啦，就跌454点啦，成交金额咧904亿。咁如果话系要跌停啊，或者系沽停嘅话咧，都好似嗰个金额仲未够大咧，睇落去好似都仲有得再跌落去咁样咯。咁啊，但系希望大家喺呢个熊市里边都平平安安啦，系啦。买下啲嘢都保下平安咁样咯，系啊。买盘就会赢咯，而家好似系真系要。系啊，所以但系睇定啲睇下要买咩咯。阿里就红得安心嘅，都系嗰句，即系支持你嘅论点，系啦，支持你。多谢你，我都相信买亲红嗰啲都会支持我噶啦。系啊，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就真系差唔多，多谢晒 Kingston 啦。好啦。节目再见啦，我哋下个下个再见你啦，系系或者星期六抱住你 YouTube， 系啦，好，多谢晒咁多位，我哋我咧就晏昼再见大家啦，多谢晒，拜拜。